深刻吗？山东蓝翔不是让人印象深刻吗？一说蓝翔就想到山东，好像开劳斯莱斯，有没有广告费的？对，我得去给蓝翔要广告。没有水了，谁帮我去倒个水？好像找个人爱。怎么大风也狠，你来快去帮我去倒杯水，漂亮，等着，好嘞。地址快递过去，等他快递过来我就渴死了。马上，山东有特色吧？有啊，挖掘机啊。等你过去也是一样的，行。等你过去也是一样的，好像找个人爱。挖掘机也叫特色。吃的有没有？吃的那可多了，吃的可多了，我的天哪！来了你就知道了，来了山东就知道了。都说什么？德州扒鸡，对，德州扒鸡，滕州菜煎饼，枣庄辣子鸡，济南把子肉。你没睡觉啊？欢迎杜成锦，吃山东棒子，什么山东棒子？吃鸡鸡。还有麦兜，还有小少爷，曾经真厉害呀，超长哥都不给美女了。他光陪我睡了，他没睡，吃完老硬了，什么吃完老硬了。伤我了，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？还是山东，美女睡觉太少了。为了维持性生活，出门买点草草药。哦，那你去吧。温泉有名。改天带上我漂亮哥。带上你漂亮哥去干啥？美女睡觉。哦，
要去吃鸡。我不吃鸡。手好疼呀、啊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？还是想。帅帅，哎呦，帅帅，你个贱人！不吃鸡，你要吃人啊！你过来呀，把你煮了给我吃。你不是美女，是角色。哎呀，太会说话了，太会聊天了，兄弟，谢谢关注。既然你没有你。谢谢点亮爱心，睡醒了温柔，嗯，睡醒了。大白兔，哪里有大白兔？先生，小龙潭，帅帅，你怎么关注我了？之前都没关注我呀，可乐。我是没胸，我咋没有呀、啊？有，咋没有的？可大可大，哎，北风，没发现我都不好意思说了，我都不好意思露了。欢迎窝窝。欢迎人生如戏。睡觉打呼，听一会儿。我五点钟的时候我都睡醒了，我打什么呼？五点钟我就醒了。我打呼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你也有胸啊，只是没有你们女人的大。你这话说的没毛病，能把你闷死。又录音，真的假的？你发给我听听。五点我真的都睡醒了，你听错了，是我家猫打的吧？还得独家草草药让你变波霸，真的假的？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药的话，再苦我也能喝。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呀、啊？没有的，一胖浑身都胖了，瘦的时候先瘦胸，胖的时候那胖子还呵呵呢，滚犊子吧，我还呵呵，怎么可能？漂亮哥，我昨天呵呵了吗？太大了吧，也不好。太大了，走路都沉。我能让你变大？你还有这功力啊？是不大你负责？咋负责呀？谁不想负责？上班去了。好，么么哒，拜拜温柔，好窝窝，拜拜窝窝。
既然你非要你的自由，你会摸吗？你看不起你漂亮哥，趁得你心如刀绞。为什么心如刀绞？欢迎诚信。声音不正常，我声音不正常，怎么可能？要不让我来，他说你不会。欢迎骑士哥，哎呦，骑士哥。早呀。漂亮走了，欢迎浪子。闭关还可以看美女，漂亮你咋走了？闭关还可以看美女，你闭关了，骑士哥，你起床了？哦，起吧。流直下三千尺，我踢你进去你就进不来了。我踢你出去的话，你怎么可能还能进来？哎，球迷，你是谁的球迷？接，哦，怎么会舍得踢你？